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这一段时间都一起学习呀，《无量寿经》第二品，德尊普贤第二。我想学习要很有目标，所以我们学这一品经啊，希望自己能不断契入普贤菩萨的境界，这是我们学这一品经的目的。让普贤行变成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就是佛门常讲的“身则决定身”，这个频道要把它接上去。所以每一句经文跟我们能不能往生呢，息息相关呢。每一句好好去落实了，这个频道就很准确的普贤菩萨的频道就接上了。就像跟按电视频道一样一按马上就接通了。这些教诲呢，我们没有好好落实，甚至心行还有违背那这个频道按了按了，杂讯太多了，按不进去了。所以这一句"身则决定身"呢，就是真正我们把频率接通了。师长常说："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十八愿也是普贤十愿展开的心行所以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圆成佛道。好，我们用这样的心境来学每一句经文都会认真对待因为这每一句也都跟我们能不能往生有关呢。像我们上一次提到，裂魔见网，解诸缠缚这个。魔见网网是多的意思，很多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想法、看法。比方说，有人说到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话还不少人讲呢，这是错误的之见呢。我们假如不能建立正知正见呢，就会被错误的想法、看法误导了。孔子有说"损人自益生之不暇"。损害别人说要利益自己，那是不可能的。可是现在的人觉得损人利己很厉害，很聪明，为自己的错误的想法、见解误导了，甚至于自己错误的想法，他觉得很对还要去影响别人，
那这个就自害又害人了。我们都遇过啊，年轻人学传统文化，学佛，结果他的同学说了：“你干嘛对你爸爸妈妈这么好啊？”他对爸爸妈妈很好的，他的朋友觉得这样不对。哦，我们这个民族有两句话耳熟能详啊，他叫“百善孝为先”呐。哎，居然现在似是而非啊！对妈妈好啊，对爸爸好，人家还说你不用对爸爸妈妈这么好啊！万恶淫为首，哎，但是现在啊，乱搞男女关系的，觉得自己有本事了。所以这一些错误的见解，我们说人不学不知道啊，人不学不知义，他还要透过经典的学习啊，他才能分辨是非善恶。所以我们看到涅摩见王啊，哎，我们要自爱爱人呢，啊，自己怎么涅摩见王呢？那学了佛了，啊，放下自己的成见，啊，我们之所以会无始劫轮回啊，都是随顺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造成的，啊，已经遇了佛法，而且还是遇到啊，佛门第一特讲呢，啊，念佛法门的第一经《无量寿经》啊，这么好的福报啊，我们不依照《无量寿经》啊去落实，还要随顺自己错误的想法看法，那这个就很冤枉了啊，就是。明明有这么大的福报，当面错过，所以师长勉励我们，这个也是啊，具体落实涅摩见王的做法，就是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随顺无量寿经的教诲。啊，这就涅摩见王了。哦，所以我们哎起心动念一言一行要关照啊，哎，跟经典相不相应，跟无量寿经相不相应，跟普贤十愿相不相应，一有不相应的念头言行，我们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把它转过来。哎，这个没有这样用功啊，还是很容易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的。哦，修行了，不能说我们一念了一句涅摩见王，我的魔见王就都没了。那个网啊，网密密麻麻很多呢。都要自己高度的警觉性，用经教来 关照自己的念头跟言行。好，哎，慢慢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警觉性越来越高了。错误的想法看法本来很熟啊，慢慢慢慢陌生了，哎，提不起来了。正知正见经典的教诲呢，本来很陌生呢，越来越提得起来。看到什么要贪着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观法如画啊，这个经文起来了，就不容易去染着了啊，这身处熟了，那自私的心要起来了。于诸众生示落自己呀、啊，哦，这个自私的心啊，慢慢就陌生了。哦，慈悲的心啊，慢慢就熟悉了。都有一个过程。下手处啊，真的是随顺圣贤佛菩萨教诲啊、哦，不能随顺烦恼习气。好，解诸缠缚啊，缠是缠绕啊，缚是捆绑起来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镜子句子啊，要问问自己啊，自己自不自在啊？有没有自己一个人就觉得挺苦闷的啊？哎，笑不出来啊，哦。到底什么把我们绑住了？俗话说的，解铃还需系铃人呢、啊。那师长还写了个墨宝，人生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作自受啊，自讨苦吃啊。哦，所以不要干这种自讨苦吃的事情啊。好，所以现在人忧郁症的越来越多啊。一统计啊，19世纪呢最严重的心脏病啊。20世纪呢癌症。现在进入21世纪了，人家预言呢最厉害的是忧郁症。我们还观察到啊，现在十几岁的孩子就有忧郁症了。我自己也是粗心大意啊。这已经算是21年前了。看到我一个学生呢，六年级的女孩，在自己手臂上啊，拿美工刀啊，画了好几痕，都结痂了，还拿给我看呢。当然我们看得很心疼呢，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对于社会现象观察的这么深入啊。所以很惭愧啊，那个时候没有落实于诸众生失落自己啊，不然看了心疼之外会去了解他怎么会做这样的行为呢。他这样的行为是一个结果，原因出在哪？我们不知道原因出在哪，怎么去化解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在念高中的时候啊，有一个同学很要好啊，姓戴啊，戴帽子那个戴，我印象很深呢。当我听到啊，他父母离婚呢，我吓了一跳啊，我说啊，怎么会这样呢？因为自己成长的背景啊，这刚好啊，父亲有五个兄弟姐妹嘛，五对夫妻啊不吵架的，但是我们生活环境就是这样啊，所以当高中的时候听到同学是这样的家庭情况，很惊讶，其实啊有不少了。就是我们也
要多去体会一下现在的社会状况，啊，体恤人心呢，啊，我们出言呢，要顺人心呢，啊，理解人家，啊，现在一些家庭啊，心理的状况，啊，去体恤，设身处地。哦，所以刚刚啊，跟大家提到，看到这个学生呢做这样的行为，那现在就能体会到了，人会做自残的行为啊，都是内心啊太苦闷了，就是缺爱啊，甚至感觉好像自己活在世间呢，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更严重的，觉得自己多余了，他就可能会延伸出这种自残了，都不是没有原因的。哦，我们看这个安全的安呢，一个房子底下有个女子啊，房子底下有个好女子啊，这个家就安定了。一个母亲的怀抱啊，让人有安定镇定的作用。就好像自己成长过程在学校里遇到啥事情，好像觉得有点委屈了。这个门一推开啊，喊一声妈啊，哎，母亲一抱。而且呢得到安抚了。但是假如啊母亲很强势啊，哇，那这个心灵啊不能得到及时的安抚啊，每天还要提心吊胆的，就是他这个心怎么安定呢？一天两天如此，五年十年如此，他的身心怎么会安定呢？所以我们越了解现在的这种社会状况，越体会到印光祖师说的天下的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好，我最近遇到几个都是二十来岁啊，都是成年的人了，都跟身边呢关心他们的长辈说不想活了，都是母亲很强势啊，常常会用一些很强烈的字眼去对孩子讲话，那种强烈就让孩子就心情都缓不过劲来，所以《太上感应篇》呢说，女要柔顺啊，男要忠良啊。一个男人忠良，就扛起一个家、家庭、家族；女要柔顺呢，就和和一个家庭了。但这个时代啊，不能怪任何人。不止不能怪任何人呢，从我们做起，我们有机会明白这些做人做事的义理了。所以师长老人家常常引《无量寿经》的句子：“先人不善。”不是道德，他的父母、他的爷爷奶奶或者他的祖先呢，不知道这些道理，无有愚者，孰无怪也，没有人跟他讲，不能怪他们，甚至于我们觉得，哎呀，是我的责任，我得赶快
铺垫一些因缘呢，把五伦八德大乘佛法来供养给他。怎么铺垫呢？四摄法先结缘，送一个微笑也是送礼啊，送一些他生活上需要的东西，让他感觉到关心，有这个信任。所以广结善缘，广结法缘呢，那当然，纵使我们自己成长过程呢，有一些不愉快，一些心结，那毕竟我们已经学大乘佛法了，宽恕包容，无有余者，殊无怪也。而且我们知道，烦恼啊，都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不把它当真呢，它就障碍不了我们了。观贼无能呢，这个烦恼贼，它是假的，生灭无常。就好像这个二祖慧可大师见到达摩祖师，慧可大师说：“我的心不安呢。”达摩祖师说：“将心拿来，老身帮你安。”慧可大师：“哎，我怎么找不到我这个不安的心呢？”找不到，让他明白了，假的，不是真的。正念提起来，邪念、烦恼的念呢，就污染不上了。所以妄想千般皆不管，一生佛号要分明，不安的心就静下来了。所以达摩祖师说：“我把你的心安好了。”就是透过告诉他：“哎，将心拿来，让他看清楚这个心，这个心，这个妄心是假的。”所以啊，我们看真心啊是自在的，我们不要被烦恼做主啊，就能自在了。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能生万法。那现在他不自在了，被缠缚住了。我们得把缠缚啊放下。这个缠呢，用佛门讲有八缠，有八个烦恼啊，会给我们这个缠绕住了，不得自在了。首先呢，无惭无愧。人有十一个善根呢， 善心所，惭愧就占了两个。印光祖师别号常惭愧身。印光祖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我们要了解佛菩萨再来，他的智慧是圆满的。他给我们讲的话，他所做的事，都有超越时空的指导意义哦。就像夏莲居老居士，那都是再来人的。他为什么晚年要编进修捷要？他已经看到未来的社会人
生活压力蛮大的，专门拿出时间来读经修行啊，不多。你看以前的人一天可以念几个小时经啊，八载寒窗读楞严啊，楞严经那么厚一本啊，那读下来好几个小时呢。那你假如说，来，现在教你们修行啊，一天念一部楞严经，我看没几个人做得到了。那祖师已经看到了，静修集要念下来一二十分钟啊，甚至于啊，比方说在北京上班，现在举例的，应该是举啊，在伦敦啊，还是在巴黎，或者在洛杉矶，多伦多温哥华，因为我们这个时间呢，国内的上来的比较少哈。你看，在那大都市里面呢，你坐在车上的时间，有时候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都有啊。把这静修行要背起来。你坐在车上，通通在用功啊，不耽误啊。三十五段经文把五经一论的精华都含摄在里面了，善巧慈悲到极处了。所以这个神教古人呢，要体会到古人，体会到祖师的良苦用心，他的那个慈悲的智慧光照在我们的心上了。所以印光祖师为什么要号常惭愧僧呢？是不是他喜欢这个名字？这个再来人没有喜不喜欢，他是应激的，应我们这个时代啊最需要的修学善根。所以我们看到印祖的这个别号，我们要感激他的提醒了，所以他教诲说：“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纵有羞耻，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矜夸，不能夸耀自己，只管自家，不管人家，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大家可不要小看印祖这句话，短短 一句话一段话，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都在里面，有智慧真好啊！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净，六合净了，下合，忍人所不能忍，忍辱啊，行人所不能行，广修供养，待人之劳，广修供养，成人之美，随喜功德，静坐常思己过，忏悔业障，闲谈不论人非。这个五个行本的重点呢，都在这段话里面。那我们看，我们不善根提起，就变成烦恼做主了。所以常生惭愧心，这善根就增长了。那惭是良心的责备，做错事，自己会说良心的谴责，这是善根。愧呢，愧是，面对外面舆论的批评，会难受，这个是愧。人假如没有惭愧心，
就等于是没有羞耻心了，就很麻烦。所以孟子有说啊，耻之于人大矣啊。啊，了凡四训说的羞耻心呢，以其得之则圣贤。有羞耻心啊，他不愿意糟蹋自己的；有羞耻心啊，他会向圣贤佛菩萨看齐呀、啊。就像了凡四训说的，改过要发耻心、畏心、勇心，首先是发耻心哦。啊，了凡先生他成就也很高啊，他也往生做佛了。他提到耻心就说了：“哎，彼何以百世为师？我何以一生瓦裂？”啊，同样是人，啊，为什么这些圣贤人可以百世为师，我只是化为尘土，没什么贡献，更严重还破坏社会，那是太羞耻了。所以要发起啊，耻心。此心就是菩提心，好，就像《劝发菩提心文》里面说的，尊重己灵，尊重自己的本善，尊重自己的佛性，然后愿意啊，恢复自己的佛性，不愿意再堕落了。这是佛门讲的尊重己灵啊！啊，儒家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啊！啊，这个羞耻心啊！啊，四维不彰啊，国乃灭亡。啊，一个国啊，没有礼义廉耻会灭亡，一个家也是一样的。啊，你说下一代没有羞耻心了，这个家道就要衰败了。国家如此，家庭如此，一个人也是一样。有礼义人廉耻的，这个人福慧会增长；没有礼义廉耻的，这个人灾祸要临头。哦，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啊，有一段法语啊，讲得很精辟哦。人世间呢，都是两个字，感应。所遇到的人，所遇到的事物，都跟感应有关。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你说一个读圣贤书的人跟一个打麻将的人，他要凑在一块挺困难的。话不投机就半句多了。所以《太上感应篇》开篇就说，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他善恶的果报啊，也是自己赶来的。所以夏老有说了，天赐之福，上天要降福气给这个人呢，有征兆咯，先开其慧，先让他有智慧。天降之法，这个人的灾祸啊，上天的惩罚要到了，先夺其魄，
他就六神无主了。所以人家看相的人说，哎，这个人要灾祸，遭祸了，他都有征兆产生的，印堂发黑了，这个都有征兆的哦。哎，怎样才是天开其会呢？天开了会了，福就来了。惭愧奋发，惭愧心起来了。接着呢，自立自强，奋发图强，改过，提升自己，这叫天开其会。但有一个情况啊，惭愧、沮丧、没信心啊，这不叫惭愧了。真正惭愧清起来是奋发改过，他那个是难过哦，然后呢，这个难过的情绪啊，就带动自己的没信心，就很沮丧啊，这个不叫惭愧心啊，这个我们要会判断。天降之法呢？先陀其破，那怎样的情况是天陀其破呢？悠忽，恍恍惚惚，没有什么人生的目标，那责任心不够，蹉跎岁月的昏惰，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很懒散、怠惰、自欺，自己骗自己，不肯承认错误，还有是非，掩饰自己的过错，这个叫天夺其魄了。所以我们看呢，这个禅是八禅，首先就是呢无惭无愧。我们去感受一下啊，我们有没有曾经做错事情，然后不愿意承认，在那里狡辩呢？请问我们当下身心什么状况？很自在吗？不会的。我们无惭无愧的时候可难过了，死要面子，然后在那里撑着，事后呢更难过，为什么？你找借口了，掩过是非了，你之后还要找更多的东西来掩盖，那个越活越辛苦，越痛苦了，反而什么呢？当下把面子放下，承认错误，哎，对不起，这是我错了。刚想讲出口的时候 还是有点不容易啊，突破这个惯性，一承认错误了，好像自己也反而心里舒坦一些了。所以随顺习气啊，越来越不自在，身心越来越不放松。反而我们惭愧心起来，道歉，承认错误，反而身心的放松了，甚至于赢得别人的尊重。你不承认错误了，反而人家更难认同自己了。所以我们去感受感受啊，这八禅真的是把我们给捆住了。自爱的人呢？不被这些习气困住啊。好，所以我们看师长提到了啊，
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严重病态的社会，毛病太多了。要治这个病啊，从哪一个毛病治起？这是个好问题啊，不然那么多病啊，我们从哪里下手？还点出了一个重点，从每个人能够支持，都有惭愧心啊，就有救了。我们佛门说为人演说啊，哎，我们得知爱爱人的，救这个社会。从我们自己也有惭愧心做起。而惭愧心的源头啊，还是在孝道。所以百善孝为先呢，德有伤，贻亲羞。也不愿意啊，羞辱自己的父母亲人。甚至于他更有使命感、责任心了，光宗耀祖啊，光耀门楣，不能丢脸了。就像我们旅居海外，踏出国门了，不能给祖国丢脸了，不能给祖宗丢脸了。那我们一言一行啊，就自爱了，不放纵了，甚至要让其他世界的民主对我们中华儿女刮目相看，洗刷以前的耻辱，这个人就很有向上的动力了。好，师长这里还提到成立支持学社啊。我们现在汉学院组织社团哦，这个最近我听说啊，我人虽然不在啊，有听说啊有厨艺社哦，我们儒家说游于艺，依于人啊，这个游于艺啊，最重要的培养可以服务人的能力。色欲啊，那个价码，那都是服务人啊。在服务人当中，在艺术的陶冶当中啊，依于人呢、啊，越来越懂得替人想。哎，那服务人，首先你得设身处地，你才能把那个服务做好啊。然后就像我们接待客人了那客人来他可能在这里住啊，那他到自己家里来是一个不熟悉的环境啊，那你要服务他，你就要站在他的角度啊，他来了，他首先要熟悉环境啊，他每天要做的哪些事，会去哪些地方，你要先把他这个介绍清楚啊，导厕所、导沐浴啊，你不能，你都没讲清楚，他又不熟悉啊，结果这个到浴室里面一开水龙头，哇，一下水喷出来，那衣服都湿了。哦，那这个就是我们当主人没有考虑到位了。好，你看现在一到了，WiFi 密码是多少啊？你看这些现在人，哦，他可能马上就要了解的情况，你都能设身处地，这个都是礼耶。礼乐射御书事啊，六艺啊，那接待人就是礼的一个部分嘛。所以《常礼举要》里面就有会客，对，接待客人在其中了。
好，看看汉学要不要成立一个支持学社啊？假如有人响应，我也报名哈。哦呀，此不如尧舜啊！我们学阿弥陀哎无量寿经的人，此不如阿弥陀佛，此不如普贤菩萨啊，此不如这个啊，我们静修捷要啊里面啊第三这个29拜。啊！一心观礼，舍利弗等诸大尊者及贤父等16正士，啊，咸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诸大菩萨，啊，我们以他们为目标，这叫德比于上，则知耻。啊，所以师长曾经指导我们，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就以他为标准的。啊，学儒要学孔子，啊，学道要学老子，以这个为目标。好，那有这个羞耻心呢？我们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这个心呢，是成为圣贤佛菩萨的大根大本。所谓人之有志，如树之有根。我支持了，我志向就是要现身幽入圣贤之域，我这一生就要契入圣贤君子的境界，他有这个志向啊，他走的每一步啊，都往这个目标迈进哦。好，哎，我们看第三个缠住我们的习气是什么？嫉妒。这个嫉妒心啊，有很细微的，有很强烈的。那当然，它要到强烈，一定是细微，慢慢做大了就变强烈了。那嫉妒到置人于死地的都有啊。哇，那这个业就造大了。那我们在佛门里面起嫉妒心啊，哇，这个很容易都是阿鼻地狱的业啊，所以师长慈悲啊，还特别给我们讲了一部经，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啊，老人家讲每部经啊，我们都要先了解他的苦心，才会珍惜他讲的这一部经啊，就好像花了100多个小时讲《金刚经》，为了什么？为了呢，我们遇到这个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因缘呢。可是对世间呢，都看不破，都留恋，为了成就我们这一生，了脱生死轮回啊！老人家把《金刚经》讲得那么细呀。希望我们能够看得破啊，真正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好，哎，那这一部啊，啊，《发起菩萨殊胜之要经》，就是因为啊，看到佛门里面这个嫉妒心起来了，可能就毁谤弘法的人了。而且讲这一部经呢，啊，就佛陀那个时代，
有一群出家人呢、看到两个出家比丘啊，法缘殊胜，结果就啊毁谤他们，啊，让信众啊失去信心了，就不护持这两个人，啊，结果这一群出家人死后就堕到阿鼻地狱去了，啊，而且在地狱是1800万年。哦，后来地狱出来啊，还要到这个恶鬼道，还要到畜生道，最后才又当人。哦，而且他们当人呢，啊，因为毁谤弘法的人，所以这一生就没有智慧，听经啊都听不明白。他们就是因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没智慧，去请教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又把他们带到佛陀面前来，把他们的过去生的前因呢讲出来了。1800万年在地狱呢，那地狱是一日死生呢，就几万遍呢，那是度日如年呢。所以我们想到这个地狱，嫉妒是地狱果报啊，那绝对不能干。那甚至于要把细微的嫉妒心都要去掉。什么是细微的？比方说你听到某一个人在被赞叹，我们心里啊，当下呢，有点闷闷的，不是很欢喜。哎，这个就是嫉妒心了。所以见人有善，不嫉妒，要随喜。所以这嫉妒心也是与生俱来的，习气呀。甚至于兄弟姐妹，妈妈在关心哪一个兄弟姐妹，可能他不高兴了，看妈妈不在，捏他一下，这个都是嫉妒心了。所以这个嫉妒啊，要把它放下，也有一个过程哦。弟子规教我们：见人善即思齐，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甚至于成人之美，他在做好事，我不止不嫉妒，我还随喜他，我还帮他成就那件事，慢慢的嫉妒心就转过来。第四啊，吝啬，哇，人那个跟守财奴啊。你们有见过很吝啬的人吗？我感觉见到他，我都觉得他很辛苦。很计较啊，不肯给人家，很苦了。第五啊是恶作。我们俗话说恶作剧。现在很多这种电视节目啊，电影里面一些情节啊，都是对人不尊重，拿人开玩笑，有一些节目啊，都拿人家当笑柄，对人不尊重，结果那看的人也是哈哈笑，每一个人这种对人的恭敬心呢，就在退散了。所以，以我们闽南的说法，就这种恶作就
不正经了，啊，不正经了，啊，不正经了，不正经的节目啊，让人看了就生轻慢心，啊，生这种随便的放纵啊，不自重，也不敬尊敬人了。讲话呢也不稳重，哎，这个影响小孩啊，影响下一代很厉害啊。哦，所以师长就提到，以前人家请教美国那么强啊，美国有没有灭亡的一天呢？方教授说会的，因为电视，下一代都被电视教坏了。你看那电视一教啊，哇，看那些电影呢，小孩很会讲脏话，这染污很厉害啊。所以这里又延伸到啊，当时候台湾在提倡文化复兴运动，方教授提出来，电台都关了，报纸都停刊，杂志也停刊。诸位同修大德，这一段话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好，我们一听，我又不是教育部的官员，这不干我的事情了。大家要知道啊，一义不一语啊，是依法啊。一义是什么？要保护清净心啊，官员要保护人民的清净心啊。我们呢，我们最起码要保护自己家人的清净心啊，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啊，怎么这一段会跟我们没关系呢？佛法传统文化，它是小大圆融的，大到治理国家天下，小到个人身心家庭，理都是相贯通的。所以这里师长讲呢，今天念佛人念佛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一天念几个钟点佛？看个半小时电视就完了，我没看电视，聊个半小时，世间这些张家长李家短也完了，不兴事语啊，要在正论啊，你谈的这些五欲六尘啊，你几个小时功夫就都没了。所以我们功夫要提升呢，精进呢，精是专精呢，不能间断呢，才能进步了。跟钻木取火一样，要钻到火出来啊，不能钻一下，哇，好累啊，休息一下，再钻都凉了。而且心净佛土净啊，修净土的人最重要的是清净心呢。这些节目啊都会染污我们。师长这里还特别提醒啊，你不让你的小孩受污染，他会问你啊，别人可以看为什么我不能看呢？我们还得给他讲清楚道理啊。这是保护他的清净心呢，保护他的善根呢。有清净心就生智慧啊，没有清净心，哪怕懂得很多，都是耍小聪明了，邪知邪见的。
这个也很考验我们的道力哦。要会应对孩子哦，别人可以看，为什么我不能看呢？可以引导孩子去观察。那你去看一下，那个看电视最多的同学现在是什么样子？说别人都打电动玩具，为什么我不能打？你去看一下那个打电动玩具最多的那个同学现在是什么状况啊？哎，我们都要懂得去引导孩子的。啊，那一天我跟一群孩子，小的，差不多八九岁的，大的呢，十六七的。哇，这个真的是大讲座，不好讲啊。大讲座不是人很多的意思啊。这个幅度比较大，年龄幅度不小啊。啊，结果这个一排排两个小时，难度更大啊。你让个八九岁的孩子要听我讲两个小时，这个难度挺大的哦。结果其中有一个孩子打电动玩具打最多，你看他心神不宁，眼神都没有办法聚焦，他讲话颠三倒四的，讲的旁边的同学都在那里笑，结果一了解，他已经好很多了。他以前呢，打电动玩具打到神经了，脑神经伤到了。哎，你得不是强势的去强迫孩子，你得引导他去判断。啊，那一天，我跟一个孩子的母亲联络，那个孩子我见过。印象很深呢、刚说他还是小学，现在初中一年级了，相貌端正的，很有正气呀、一个小男孩啊。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说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啊，这个我们没走结婚的路。所以这个无后为大呢，是得有培养出传承文化的人才，不然我们对不起老上，对不起古圣先贤祖先的啊。所以看到这个特别有天分的孩子，都会留个心呢、打给他母亲，哎，这个孩子最近好不好啊？结果就提到了，他说我跟他说，说你以后要学承德法师，哦，然后他说我儿子说，我怎么可能像法师这样弘法呢？不可能的。我就问这个妈妈，哎，你接着说什么？没说什么了。我说你道力不够。你就跟他说，哎，你为什么觉得你不行啊？你总得把他心里想的了解了解吧。哦，他一句话说我不行，你就不知道怎么接话了。所以多了解孩子，多了解对方，家人朋友的想法蛮重要的，不要强迫别人接受什么。要先了解他的想法，理解他的想法。人是没有办法被勉强的，哪怕现在他听你的，后面副作用就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孩子是不听父母的？他被强迫到一定程度了，离开你的世界就像脱缰的野马。
啊，你平常就很理解他，很尊重他，不会有逆反。啊，我们家三个孩子没有逆反。我还特别去问我母亲，因为现在的说法都说，哎，到13、14岁会逆反哦，好像不逆反便不正常了，这个时代颠倒了，不正常变正常，正常变不正常。啊，我母亲看我这问的那么认真，还想了好一会啊，没有。你有父子有亲，有把它保持的，你怎么愿意让父母操心，甚至于你讲的那个话让他都睡不着觉，你怎么忍心呢？好，那我就跟他母亲说了，你要引导他。引导他去看事情，怎么看呢？从因缘去看，哪一件事情不是因缘所生呢？你说，哇，我某一个同学好厉害哦，哎，你就可以跟孩子说了，哎，他为什么会这么厉害？那是结果呢？原因在哪里？他有什么用功没有？他下什么功夫了？他旁边有什么助缘？都是因缘生法啊！哎，你就让孩子会客观看事情，客观一看，那不会去嫉妒别人的好的，都有他的因缘的。哎，他看清楚了，只要我肯下功夫，我一样可以这样的。命由我做啊，福自己求了。那陈德就跟他母亲说了：“哎，你要跟你孩子讲啊，说你的缘比法师好呢。啊，法师20几岁才开始学禅宗文化的，你比他早10几年呢，快20年了。”哎，这缘啊！哦，再来，法师本来中文是最差的喽，这很客观的。为什么中文差还可以尽一点弘扬文化的心力呢？因为相信自诚感通嘛，佛菩萨祖先会加持。那自诚感通，每一个人相信了都可以自诚感通啊。然后你的缘又比法师好，那绝对做得到啊！你看，当母亲的人，你也要会分析啊，会引导啊。哦，我们道力不够，好多机会点呢、啊、都错失过去了。好，然后让孩子一直在那里，我不行，我不可能，一直在弄那个印象。他今天假如分析清楚，哎，对哈、哦，你看他就很有方向目标要去努力了。哦，第六啊，睡眠。哦、当然，中医的角度啊，睡觉是大补啊，对身体最好的。哎，只要睡不好啊，这身体要好就挺困难。当然，睡觉的时间也要很讲究啊、哦！你熬夜了，你睡得再多很难补回来了。所以最好当然是成年了，小孩他要睡得更多了。成年人啊，最好呢10点啊，到睡到4点半哈、哦。这一段时间，尤其冬天，那可以再睡长一点没关系。夏天可以相对短一点，但是这个11点到3点，这个前后啊，都
都要睡够，绝对不能超过11点睡啊。但是也不能贪睡，贪睡的睡得迷迷糊糊的。第七呀、调举，就是念头很多啊，心里很乱。这个都要啊，在平常的时候啊，不能随顺这个习气。平常不做什么事的，做什么事要专注去思维去做，没有事了，这个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其实调举了，念头很纷乱，身体会不好的。90%的能量就是耗在念头上，你不止不让这些妄念起作用，你把佛号提起来啊，那是 全宇宙最好的能量啊！你念这句佛，一切诸佛都加持你，差别很大啊。再来昏沉啊，就是精神提不起来，那 这些习气不去克服啊，我们就被它 缠住了啊，困住了。这个都有对治的方法，容易昏沉的可以多拜佛多动，慢慢把它突破，容易调举的那就要多念佛，甚至大声念摄耳谛听，慢慢这个纷乱的心啊就调过来了。只贵愿力强啊，哪怕妄想多啊，善乱故成病啊，分别易入魔。净缘无好丑啊，佛号一扫过。句句念能真，决定出娑婆。这个是下莲居老居士的教诲啊，叫老实念。接下来是福，福主要是贪嗔痴啊，三毒烦恼。布施对治嗔贪，忍辱对治嗔恨，智慧对治愚痴。好，那我们得真干了，这贪嗔痴就慢慢就调伏了。那智慧还要多熏习，熏闻成种啊，多熏习在境界里啊。就提起观照了，就不是愚痴做主了，就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了。接着远超声闻披之佛地，这句话有味道了，把跟着佛陀啊这个大师因缘一起表演的这些常随众，他们的身份呢讲出来了。举的例子，舍利弗目犍连，古佛再来啊，一佛出世，千佛永代啊。那佛那个时候一佛出世，千佛永代啊，那现在我们在末法时期啊，像师长这样善知识出来，是不是有很多要来护持他，才能把这个法在末法当中再把它恢复过来。
所以啊，我们不能轻慢身边的同修啊，说不定人家是来护持师长这一个大师因缘的。我们祖师大德很慈悲啊，刚刚跟大家举了，印光祖师连他的别号都在指导我们最重要的修行。寒山拾得，你看他们视线呢，在哪里工作啊？在厨房啊，人家都怕热怕辛苦的地方啊，哎，他去那里，这都是提醒我们不能轻慢任何人。哎，啊，若轻人，则有无量无边罪啊。啊，这一句话是六祖坛经的。啊，因为六祖大师当时候请了，刚好他去看那一首偈嘛，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然后他就跟旁边这个读书人呢，哎，我不识字啊，啊，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啊，那对方一听，你不识字还能说什么记呀？哦，你看六祖大师就很温和的，哎，抓住这个机会点提醒他，下下人有上上智人，啊，你可不要小看那个不识字的人。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那个卖豆花的都可以给我们讲很多历史故事哦，你不要小看他哦。嗯，啊，那个《天龙八部》里面啊，默默无闻那个是功夫最高的哈，啊，不可以轻慢啊，哦。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志啊，他地位很高，那是他有福报啊，他没智慧啊，干了很多错事都有啊，啊，所以不能轻慢人，若轻人，则有无量无边罪。佛门还讲到不轻后学，这些教诲都不能轻视，这个都是对治我们很严重的，我们说四大烦恼长相随，这个我慢呢，就是其中一个了。所以普贤行第一条就是礼敬诸佛啊，不能轻慢。好，我们再看这些大菩萨们，入空，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那这个空无相无愿，这个是三解脱门，依这三个修行呢，可以证道，可以证果，就是成佛了，明心见性了。但是这三个门都不容易啊，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从这三个门进去的。但是呢，这个要直接走这三个门呢，不简单呢。好，我们看师长讲的时候有说了，六祖坛经啊、金刚经啊、般若心经，就是从空门入啊。但是我们注意哦，六祖大师是接什么样的人呢？上上根人。那是他接引的根，这样根性的众生了，所以我们是
末法时期的根性了。末法众生根钝业重，外魔内障无人不惧呢。哦，你说我们现在这个根性，从空门路，从无相路，从无怨路，我们看这个执着啊，很容易起来，不容易放下。比方说这个身体，这个身见，我们就很难放下。身外的东西也很多容易执着啊。所以佛讲般若讲了22年，就是教我们怎么不执着。就光要把让我们不执着的理论讲清楚啊，要熏22年。你看不执着有多难。所以我们现在要走这三个门不容易了。所以阿弥陀佛慈悲啊，给我们开个方便法，让我们不执着，现在做不到。只执着名号，叫执持名号。待业往生，执持名号。那到了极乐世界呢，阿弥陀佛带我们走这三个门，就好走了。花开见佛，悟无声。他老人家一给你加持，就不难走了。好，所以我们佛门里面呢，什么无相、无愿、无作，这个都是从啊没有起心动念的意思。我们可不能着在这个文字上啊，无愿那什么都不做了。师长这里都有解释啊，你说你都不照做了，那你睡觉也是照做啊，那就不睡觉了。吃饭也是照做啊，不吃吗？这个都是从啊不起心动念，其实都是什么因无所住。而且是什么？而生其心啊，是要无作而作啊，无念而念，这个才对啊。其实那个都是真心起作用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真心起作用。我们虽然是有执着啊，执持名号啊，可是特别妙的是什么？这个方法可以从有念入无念，善巧到了极处了。这个我们要感谢阿弥陀佛。所以姜味浓居士在《金刚经》讲义有一段话说到了，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即是行深般若，就是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行深般若无意念实相哦，跟念自性啊没有两样哦。是故啊，能灭众罪，能消众业。为什么他能灭众罪众业啊？因为他暗合道妙，巧入无声。专注念佛的时候，
没有其他的妄念了，这叫因无所住。可是又一生接一生呢，叫俄生其心。所以持名念佛，暗合道妙，巧入无声呢。无声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所以这个方法太殊胜了。所以华念祖老居士说，你专注念佛念20分钟，你就做了20分钟的法身大师啊，巧入无声啊。所以这个好，我们现在有时候送礼会送巧克力啊，就是提醒对方，巧是巧入无声的意思啊，那个克力是克力精进的意思啊。我现在送礼都要表法啊，要有意义的啊。好，那一天我这个回到台湾啊，台湾有一个水果啊，叫芭乐啊，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芭乐呢，就是印度的安摩罗果啊，叫芭乐，芭乐啊。结果呢，这个坐我旁边的同学说，芭乐就是什么呢？芭就是发啊，芭嘛，就发就是发菩提心就会很热了，叫芭乐。哦，我说哎，挺有意义的啊！我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表法来提醒自己。好，然后这个是把佛门艺术化的教学推而广之的啊。好，这个。遇到这么好的法门呢，我们要珍惜啊。这个下莲居老居士有提到了这个念佛的时候念。这个念及见佛成佛时，三际同时无先后。三际是过去、现在、未来。念的时候就是见佛成佛时，三际同时无先后。所以净念相继即是佛。这个话有味道，这个我们有同修很用心啊，打出来给我们，我们念念这个味道，念佛即是自心现，弘明正章自性，自心现时方念佛，不念是迷呀。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所以不念是迷，念是悟。迷即不念，悟即念。念即见佛成佛时，三际同时无先后。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巧入无声？念的时候没有那种过去、现在、未来，哎呀，我要念多久啊？要念到什么时候啊？夹杂这些未来烦恼，功夫就没了。所以夏莲老说的好啊，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你看这个法门那么殊胜，巧入无声，
但是又那么简单，每个人愿意都能修。你说其他很多法门我们都修不了、哦、那个一乘法有时候我们修不了、啊、你说打坐 我就很不容易了、啊、我从小这个腿就不好了、哦、有一些修学方法对自己来讲也是挺难的，但是这个方法谁都可以做，所以不能把修行，不能把念佛法门搞得太复杂啊！三字真传，老实念，不念过去，不念未来，专念现前一句，不求一心，不断妄想，只要字句分明。能这么念呢、啊、真的念即见佛成佛时，三际同时无先后，净念相继即是佛，当下就无意念实相、哦、即是行深般若，无意念实相，你意顿隔万亿尘呢、啊，你意就是我们要起念头在那里思维想象了、啊、哎，我念阿弥陀佛会不会来啊、哦、想很多事了、啊、顿隔万亿尘，所以信闻如来意方便，这个巧入无声的意方便，在苦乐茫闲莫停生的、啊、中了第一特奖了，每一天都要赶快拿去对讲，老实持名全摄佛德、哦、念一句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就变自己的功德，这是他利派果教门、哦、其他的法门都要修因得果，这是从果起修，即修即果，好，今天时间到了，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我们这个德尊普贤，希望我们下一次进度快一点，这个把这个这第二品我们交流完、啊、然后呢、啊、再排一两节课、啊、我们再交流这一品经的学习的体会，进一步是我们自己去用功的心得、啊、我们再来交流、啊、好、啊、所以大家现在很用心回去、啊、把这些经句落实了、啊、这样我们切磋起来大家就相关而散了、啊、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